秀云从模特出道，近年也参与多部戏剧作品，但一直以来作风都十分低调，他鲜少会和大家透露感情动向。不过先前他因为舞台剧和女歌手何韵诗擦出爱火，当时的女恋消息也受外界不少关注。不过两人在2016年传出分手消息，而邓九云也在2019年正式有了新恋情。日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突然惊喜宣布结婚消息，而且他也大方分享对方是圈外人。至于结婚契机，他则透露两人很合，会一起聊创作，这是他以前没经历过的，而这也对他来说很重要。消息在网上曝光后，粉丝也纷纷为他送上祝福，恭喜他成为人妻啊。Bye.